你走就要干什么？我告诉你，你根本杀不了他。不是你，我走杀了他了。有的话不要偷袭，赶紧走！不杀秋山，我誓不罢休。那个人还得死给他自尊呢。哎哎，二哥，他们马上就上来了，赶紧走，快走！你走！你要不走，咱们一起死在这儿。走啊！快走！什么人？跑了，没看清楚。能从你任飞长手里逃掉的刺客，怕是不多吧？这个人的功夫不在我之下，如果没有顾忌的话，或许跑不掉。顾忌？你顾忌什么？我是怕他们还有同伙，故意把我引开，再来刺杀大佐阁下。仁桑，今天晚上你救了我一命。非常感谢大佐，太客气了。当年任海龙也救过我一命，我一直感念于心中，不忍对其下手。虽然他最终还是死了，但我一直愧疚于他。今天任桑你又救了我，我和你们一父子有缘呢。保护大佐阁下是我分内的工作，只怕是别人不这么想。我知道你和周世能有隔阂，更怕他收服了高天喜之后抢走了你的优子。放心吧，仁桑，优子是大日本帝国的，而你是大和民族的臣子，所以现在他高天行即使投诚，和优子小姐也是不会有故事发生的。你就放心吧，这里面肯定有诈，高天行是不可能投降我们的。我是怕周世能在玩弄大佐阁下，欺骗大佐阁下。周世能是关在笼子里的老鼠，而我是守着笼子的猫，他没有耍花样的机会。是不是花样要靠智慧分辨，不是靠心眼。好，现在请您讲吧。我明白，优子小姐，放心好了。大佐，高天行的事情我们还得好好合计合计，小心驶得万年船。我已经约了高天行见面，我想再好好劝劝他。不急，合计清楚再见他也不迟。据我调查，你们这位故交已经走投无路，下一步何去何从都是未知，我想听听二位的高见。大佐，依我看干脆不要理他，让他自生自灭算了。这样不妥吧？高天行的本事我想大佐也是略知一二的，以我之见，我们不妨先把高天行掌握在手心里，试用试杀，到时候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吗？嗯，有道理。那跟高天行见面的事情按你的意思来办吧。嗨，到了。谢谢啊。
行，天行，来了，周先生，快请坐。天行，这里你也不算陌生吧？可以说是故地重游了啊。都说物是人非，谁说不是呢？ 想当年，是在这儿运筹帷幄的要杀日本人，可现在呢，是挖空心思要抓杀日本人的人。哎呀，这毕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我说天行啊，有句话，我想你也听说过，叫识时务者，方为俊杰啊。那周先生，我问你，在当下这个局势。 何为时务？老蒋曾经想把美国人卷进战争中来，认为美国人一来他就有救了。可没想到，日本人一夜偷袭了珍珠港，把美国人炸的是找不到东西南北啊！这难道不是当下最大的时务吗？还有苏联，被德国人的坦克一闪击，一天就跑得没了影儿。 天行啊，依我看，这老蒋也靠不上美国，共产党也靠不上苏联。与其靠美苏这样的远亲，倒不如靠日本这样的近邻呢。周先生，你这么一说啊，我还真觉得这识时务是对的，但是遗臭万年的事儿，最好还是别做了。<笑> 历史是胜利者写成的，所以说，历史就是这样，关键的是啊，要看清楚形势。不瞒你说，委员长在私下里也没少和日本人接触。虽说现在汪主席是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同时还代理着国民政府的主席，但是他是替谁代理的，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只不过。 是替重庆的委员长代理罢了。可能还有一件事情你不知道，在日本有个专门的机构，叫同工组，工作的目标就是蒋委员长。工作的目的就是希望蒋委员长选择和平。都谈了这么久了，还一直在谈着，为什么要谈这么长时间呢？正是因为一直在谈条件。如果蒋委员长不想投降， 那还谈个屁呀！蒋介石这个混蛋，怪不得国军一败再败呢。原来他想投靠日本人，投靠也就罢了，何必还拿这么多中国人的鲜血为他铺路？天行啊，战争消耗的是经济和资源。虽然蒋委员长天天嘴里叫嚣着抗战抗战，可我们看到的却是大面积的国土沦陷。 说句实话，委员长手里的地盘已经没有多少资源可以利用，还拿什么和日本人抗衡？难道就仗着人多？人再多，也没有日本人的子弹多。这一颗子弹，可就是一条人命啊！ 天行，当初我也是提着脑袋，一心一意要抗日的，可是到后来呢，却被抗日的重庆政府所追杀。想想真是让人寒心呐！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啊！天行老弟，是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我听队长的。 高三，我们终于成为朋友了，欢迎你。朱三，感谢你为大日本帝国再立新功。秋山先生客气了，这是只能应该做的。我已经在和平饭店设宴，还望高先生赏光。那我替天行，谢谢秋山先生。
日本同中国一样是礼仪之邦，向来讲究礼尚往来。啊，秋山先生，请稍等片刻。啊，天行，不要使性子。 啊！你是不是对周世能和高天行太过客气了？总是勒紧缰绳，连最幸福的马也会踢人。可这个高天行，他别急。大佐，高天行。 终于被说服了，这是他送给您的见面礼。你去取一下。嘿，你对时局的分析让我钦佩。有些事情，属下也是现在才悟出来的，让大佐见笑了。 监视的军统特务全被藤田端了窝。什么？大泽，说吧，没有外人就没有秘密。人抓到了没有？抓了，名单上的人全部抓到了。很好，藤田君你也辛苦了，大泽。 人非常来了，他来做什么？他说有要紧的事情要面见你。你们先慢慢吃，慢慢吃。好。请。啊，大佐，你来的正好，我今天宴请周世能和高天行进来，和他们见个面吧。啊，我不进去了。 我不太想见到他们。你们要精诚团结。大佐，请坐。大佐，您是不是让藤田去抓人了？其实那些人我早就盯上了，可你毕竟没动手。是不是高天行提供的情报？ 云散，你要合作，不要猜忌。这也太巧了，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你不是也觉得那些人有问题，才派人去跟踪的吗？大佐，我觉得您不应该相信周世能和高天行，他们俩很可能联合起来一起使诈。再说了，大佐怎么能请他们一起吃饭呢？那。 你怎么知道我摆的不是鸿门宴呢？高先生，之前我们之间有什么芥蒂？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一笔勾销了。这杯酒，我先干了。 好，好，唐天君，我们也干啊！天津，谢谢高三，请坐，来，我再给你倒上。你还是怀疑高天行使诈？以我对他的了解，没办法强求他。那怎样才能验出他是不是真心的？ 我们中国《水浒》里有一段故事，林冲想上梁山，白衣秀士王伦，
让他杀一个人，以此证明他不再是良民，断其后路。你说的是投名状，可他已经交了一份名单。那可不一样。名单是他自己主动交出来的，投名状是我们点名让他杀人。主动权一定要在我们手里，没有主动权，何来的投名状？ 那你的投名状准备好了？当然。请坐。来，大佐。来，我再跟您喝一杯。嗯，不急不急。高先生，你应该认识这个人吧？ 当然认识了，他是茂昌照相馆的，以前我在他那儿买过情报，他是共党的人。啊，有些情报就是针对你们的。怎么，大佐，你要翻旧账？高先生这么直率，真是难得。过去的事我既往不咎，不过现在我希望你做什么事，你应该清楚。大佐不用跟我说这些，我心里很明白。 既然进了七十六号，跟他们就是敌人了。我不杀他们，他们也会来杀我。只是上次你们捣毁照相馆之后，这个人我再也找不着了。这么说，高先生是完不成这个任务了，对吗？哦，大佐，天行的意思是，他一直没有找到这个女人。如果找到了，他肯定会动手的。啊，当然，如果大佐你们这边。 有了这个女人的下落，也可以告诉天行，他一样会动手的，是吧，天行？看来大佐要强人所难了。你的戏应该演完了，高先生。哎，大佐，这是干什么呀？中国春剧里有个变脸的绝技，可脸再扁还是那张人皮。中国神话里有个孙猴子。 可变到最后还是个猴子，高天行，你再怎么伪装，还是要与我们为敌的。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高天行，你该明白你的身份跟那位江畔小姐一样。大佐，您的意思是，他是共产党？哼，他怎么会是共产党呢？这件事，周嫂你未必知道，为救江小姐。 他曾经策动绑架了日本帝国议院的公子大庭真佐，用来交换江畔。既然江畔是共产党，高天行当然也必定是共产党了。啊，误会，完全是误会。莫非你也是他的同党吗？这个，就算是江畔是高天行救过的人，那也是情有可原。哼，情有可原。 与共产党为伍，就是与皇军为敌。任飞长，看来你是想把你的情敌置于死地啊！大佐，千万别信了他的离间之计。飞长，我们俩原来是兄弟，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害我呀？现在不要跟我说什么兄弟，大佐，他们两个就是一伙的。高天行确实是救了江畔。 但是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对江畔有愧疚之心。有什么愧？当初是我让高天行去杀了那个经常在报刊上谩骂委员长的中国喉咙江秋生，而这个江秋生恰恰是江畔的哥哥。胡说！江秋生和他老婆是我杀的。什么？你杀的？哼！ 你有这么大的能耐吗？大佐，您还记得我带人去找过江畔，他家就住在祥兴路二号。如果我没有杀过他哥哥，我怎么知道他家住在祥兴路二号呢？高先生，你有什么解释吗？江湖上的人都知道你是个冷血杀手，更知道你是为钱而杀人。我倒想问问，你为什么要杀江秋生？谁雇佣你的？ 给了你多少钱？高天行曾经救过我妹妹新兰。有一天，他去找新兰，
在他身上无意中掉了一张照片，我知道杀手身上的照片一定是必死之人。我不想我的妹妹跟他有任何瓜葛，所以我替我妹妹还了他一个人情。大佐，您听清楚了吧？这个人本来应该是高天行去杀的，而任非常就是为了要讨好他的那位新兰姑娘，才冒领了高天行的功劳。 抢先一步去把人杀了，哲子，你为什么逼高天行去杀江畔的哥哥？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江畔的哥哥。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制造他和共产党之间的深仇大恨，让他们不可能同流合污，也好让高天行从此能够永远为我所用。 周三此举，实在是高明啊！所以说，这江畔和高天行之间，可以说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他心里永远不可能容得下高天行的。就算是共产党想拉他，他敢去吗？啊？高先生，看来一切都是误会。 经历磨难的感情才长久，从此以后不要再乱猜疑，我秋山和府相来是用人不疑的。来，任三，来，任三，干杯！大佐，我还有事，先告辞。哎，任三，非常。算了，他一时转不过来。 给他点时间吧，高天行，你等死吧！现在高先生，我们的误会解除了，也应该塌下心来做事了。刚才的事情多有得罪，这里有一个任务，希望高先生不要推辞。
出来！快出来！快给我出来！ 不是你们让我杀的吗？嗯，混蛋！嗯，德总，真是人事，高天行先生奉的是我的命令，杀的是我们的敌人。可是难道我说的不清楚吗？两位卿，高先生有什么需要，请尽管吩咐。谢谢。条件不错嘛，比旅馆可强多了啊！想的还挺周到。 天行啊，这进了七十六号，就不要到处乱跑了。咱们呢，就都成了汉奸。外面的人呢，恨不得要抽了咱们的筋，扒了咱们的皮才解恨呢。我现在都有点后悔进来了。你看秋山摆那鸿门宴，根本就不相信我们。哎呀，忍忍吧，兄弟，到了这一步，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了。别的我倒不怕。 就是这个非常，老是找我麻烦。我们俩以前多好的兄弟，你看宴席上，看着我比仇人还恨我。嗯，那就是个小人，得志便猖狂。水房在哪儿？在厕所旁边。走，我带你去看看。 大佐、免费请了，什么事？ 嗯。
他们呢，也在我的房间里装了窃听器，跟我玩这种小把戏。秋山和夫很嫩了点。多亏你提醒我。教堂那里怎么样？全死了。太好了，天行，你又立了奇功一件。要不是你告诉我那都是日本人，我真下不去手。嗯。 怎么被难住了？我是杀手，不是刽子手，我只杀该杀的人。现在对你我来说，取得日本人的信任比什么都重要。你难道没看出来，秋山这是在考验你吗？我干不了。干我们这行的，必须首先做恶人。如果只有该死的人才死，那这个世上就没有牺牲这个说法了。为了国家的利益。 必须得有人先做出牺牲。我下不去手，下不去手也得下。出了事情，重庆方面有我担着。就不能让他们转移吗？既然已经被秋山盯上，就说明没有转移的机会。他们早晚得死，不如死在我们手里，也算是舍生取义了。放心吧，我会电告重庆方面，好好抚恤他们的家属。他们没有告诉你。 地点在哪儿吗？教堂。教堂。教堂那儿没有我们的人呐。难道？是圈套。嗯，我明白了。呵呵，这次，日本人总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你怎么会知道那些人都是日本人？不但我知道，就连任非常。 也完全知道，如果我现在没有猜错的话，这个任非常现在肯定又在挨骂。混蛋！你的良心彻底坏了。还有你，竟然和任非常同流合污，我已经和任非常商量好，让他的人去扮成军统。 你去让特高科的人去，我只是想试探试探高天行，没想到他下手这么狠。不要忘了，他是一等一的杀手，你把大日本帝国的脸都丢尽了。大佐阁下，都怪那个高天行，我现在就去抓他，让他血债血还。你怎么这么愚蠢，还嫌丢脸丢的不够吗？ 高天行杀的是军统特务，你现在把心情说出来，只能让他觉得我们愚蠢。哪里有军统的人，全都装在我的脑子里。至于教堂，根本不可能出现我们的人。我替你交给秋山和夫的那些名单，都是任非常的嘴边肉。 还没有等他张嘴，我们就把他送了出去。任非常这个人啊，空有一身功夫，心胸却非常狭隘。秋山和夫小看他一次，他就和藤田玩了个陷阱，利用特高科的人冒充军统的人来考验你。这其实是在一箭双雕啊，因为他既想借你的手给日本人点颜色看看，又想利用日本人的手。 给你点颜色瞧瞧。真没想到，现在任非常还有这样的心计。没有心计的话，杀手怎么立足于江湖？他能有这样的心计，看来肯定是受你这位大哥的熏陶吧。可我不明白，藤田为什么要帮非常？原因很简单，如果能够通过这件事情证明你是诈降。 藤田啊，也算是立了奇功一件。云飞城，你为什么让藤田在教堂里安排宪兵队的人？大佐，我是怕藤田的人抵挡不住。你是想借宪兵队的手？
除掉高天行，你这个混蛋在我面前演这种离间计！对不起，大佐。你给我记住了，这件事情以后不要再提了。你想进宪兵队的刀杀高天行也好，想帮我考察高天行也罢，我都不追究。重要的是。 以后要为大日本帝国效力。这我说的话你听不明白吗？是。且坐。明天帝国要在上海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会议的保卫工作。 离不开诸位，你们把手上的任务交代一下，希望诸位能够同心协力，精诚团结，不能让这次会议在安全上出现一丝一毫的纰漏。是。一会儿，周嫂和藤田君跟我出来一下，其他人就去忙吧。 这次会议规格很高，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参加守卫的人员一定要仔细审查。嘿，周嫂，你对上海很熟悉，应该知道哪里有卖密码箱的吧？密码箱？哦，在城隍庙那里就有一家。先去那里看看，之后去看会场。 慢走啊，太君。呆子，你这是？我这是为确保一号作战计划的安全，冈村司令官下了死命令。 让我在会议期间全程保护文件。我想到了这个办法，你觉得怎么样？还不错吧？您试试，要把文件绑在自己的身上。文件放在我身上，才是最安全的。大佐，这是把危险绑在自己的身上。大佐，你有什么事，周总？这是守卫会场的分布图，请您过目。先放在这里吧，我看看。好。 古道老树，道不尽几度，雪夜风花，庭院深深，只留下一张昏鸦。大风起兮，都随烟云散。
天涯，上四家也如旧，投人终究过一家，天有情地不老，沧桑人间自古存大道，沧桑长河夕阳，倒映出多少车骑尘沙，古道老树道不尽几度，雪月风花庭院深深，只留下一张